中国我所采取方。朗读，轻轻的一声朗读，留在历史的字里行间，整个白中国像破涕的洪流，逆旋飞逝的间，那有斗泉过河那么悠闲，候鸟迁徙成行列队。衙门早已弃守，该是了无人烟，一股股尘嚣乌云在山道河堤边移动奔头，时隐时现。来了来了，快逃快逃，是饥荒还是兵匪，是火还是水，急追为谁？从湖北到安徽，从江西到福建，从川陕到云贵，与狂风席卷大地，与群兽摇过勾肩，慢一步就被劫掠冲散，困死楼边。来了来了，快逃快逃，人人撒腿狂奔，一日三百里，不曾喘息。轻轻的一声朗读，活着眼泪欲泻，流离于狗，壮毛于鬼，哀嚎一片。多少家庭孤楼离散，多少惊恐涌上心间，为何太平世道总是那么淡，为何中国人的命总是悬于一线。轻轻的一声朗读，受益农民离乡别投，挤爆了去向南中国的列车。一声长鸣叫喝，从此故乡和家庭被抛掷在千里之外，不知何时相见。